你忍耐一下，医院马上到了。太早了，下个路口才要转。我没有注意到。我怎么看着你比我还紧张啊？别着急，慢慢开，我没事的。我们听听音乐，放松一下心情吧。啊，哎，锁屏密码是什么？520820。0820。你的生日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在找音乐呢。今天的你让我很意外，我是说那种很惊讶的意外，很惊喜的意外。是吗？我不是意外，反而他是。我对自己的表现还算满意。以前我以为我喜欢龙子峰，但是我没有依依那样的勇气去保护他。我懊恼过，但是这一次我不想失去你，我鼓起勇气做到了。你是真心的喜欢我吗？原来的天长地久，留下那片山。我只是突然明白你说的那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，那种感觉跟崇拜跟欣赏都不一样。他可能不会带给我太多的惊喜，也不会带给我太多的刺激，但是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在我的生活里如影随形，不是不存在，更不是不重要，反而是因为太自然太长久，往往容易被忽略。我突然看到，原来喜欢我的人会悄悄用我的生日做密码，会比我自己更担心我的身体。我好庆幸把这个人留下来了。我相信只要有他在我的身边，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可以一起走下去。